这样，不为犹豫挣扎，太多嘈杂却没有个声音给你真正的力量，你只要一个属于你好，听说这首歌是自己写的。对，这首歌是在这张自己的专辑第一天录音的那天晚上回去写的。哇，丽静真的多才多艺，而且她曾经在大陆参加一个歌唱比赛，那个时候她好像网络要票选，我急的哦，一直在网络上帮她按按按，但是后来说已经你按的额满了，不能再按。谢谢，所以你看我也很爱你。谢谢谢谢，但是我觉得。其实回来超偶唱自己的歌是最紧张的事情，然后为什么？因为这边看到，哎呦，国文老师那个牙齿真的是我好怀念哦，他每次他笑起来的脸都长一样啊，好怀念哦，老师。你是说你想问他用什么牙膏可以维持这么洁白吗？重点其实是要讲的是说，我很想念超偶，然后很想念这边的舞台老师们，还有当然可能每一次来录影的人不一样，但是。在这边的氛围就是一个梦想的起点，就是对我来说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梦想的起点。所以，其实我们看到朱丽静现在在歌坛有这样的成就，对我们来讲也是感觉非常非常欣慰。尤其在今年一开春，看到你有新的专辑唱片，马上又要开演唱会，对不对？都是喜事连连。对，我们要再次的恭喜我们的丽静，在新的一年，不管在事业还是身体各方面，都能够顺顺利利。对，也希望就是大家在新的一年都可以过得很开心，最重要是平安健康。然后呢，今天除了唱新的歌给大家听之外，还有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。现在专辑已经开始预购了，所以。请大家多多上网搜寻以及关注，然后我的所有的消息都会在 Facebook 还有老鹰音乐的 Facebook，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。好，赶快大家上网搜寻，然后也赶快关注他的这个。对对对 对，现在开始新的专辑唱片，新的专辑唱片还有三月十七的演唱会。对，还有我们三月十六号我们的总冠军赛。对，大家也可以上我们超级偶像的官网去关注我们这个总冠军赛，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，好吗？为大家喜爱的选手加油！谢谢。好，谢谢丽静。谢谢谢谢谢谢。OK， 五位。